象最深的是，可能不光是它的这种城市的漂亮，然后觉得它所有项目都更国际化吧，它这种面向全世界的范围更广一些，大家可能更愿意来这儿，这一点跟我原来可能想象的会有一点区别吧。一听到直升机过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才会专注的去打球，然后这种感觉也确实非常好。然后可能直升机过来的时候，就像齐哥说的，风特别大，也比较难打，但我们还是克服了这样的困难了。其实站到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这种迪拜的城市的建设，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新颖，能在迪拜见到别的城市包括别的国家见不到的一些这种东西和设计，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他们一个很大的这种突破。迪拜跟中国乒乓球队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吧，首先肯定是更好的能够去发扬乒乓球这项运动在全世界或者是中东这些地方的发展，然后作为迪拜呢，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其实这种成绩包括荣耀这种也是非常好。你好，在公园里也是非常好，能跟大家去互动，大家一起去交流这种乒乓球嘛，非常满意吧，这样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包括世界上更多的这种体育爱好者能够真正的多关注一下乒乓球这项运动，双方的一种彼此的信任和认可才能走到一起，在别人看来不可能会签约的一种东西在我们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希望能够一直合作下去，敢于去想才会有梦，这样的敢于去想自己能成为乒乓球包括其他体育的佼佼者，你这样的话就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真正自己的梦才会去实现，就是要肯定自己，就像迪拜城市一样，敢于去创新，敢于去突破，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会成功。